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婷婷。今天小乐乐摆天呢啊，我们都要去吃喜宴了，都要去吃酒席，在这儿呢等一会儿小南，应该马上到了啊。他说两分钟，还有两分钟。已经到这儿了。哎，你那咋嘞？哪去嘞？哪去嘞？哪去咋嘞？骑电车不拿钥匙，你接嘞？哪去嘞呗？哪去咋嘞？你说哪去咋嘞？那太太不说过去再过去吃饭了。嗯，过去吃饭的哪去？那俺不给你丢份来，你爹妈丢人的慌。没有哪去，我真没哪去，就是俩兜可空了。没拿一饼呢？哦，没拿老一饼吃。俺去上账了，走。不不不，哎，等会儿等会儿，俩真是没累嘞。是。等一会儿道歉了。就像那老公子给我拿钱嘞，我没有现金。是啊，那就超市。你到这，你跟他说，你说，哎，你跟他说，结账吗？你看一下我这个脸，就是这个脸，记点110。不是，记掉这个脸，回头叫带带来找我这脸来。我家给我拿钱嘞，不知道给我拿10块来呗。你要不然是给俺110块结个账。因为你给大爷说，那大爷，你看我这两张脸值10块钱了。应该值，这10块这的衣裳。这等会儿他们吧，等他们到了一块上这儿。快了。也是跟咱出发时间一样，马上到了。那就等一会儿吧。嗯。不是说大点儿，他都知道大点儿，知道歪了。你大一点。那个年龄都一干很，一到黑暗干。没有几岁。一百万家人家都。31岁。一块一。热，先上这儿。啊，走，先上哪了？先上，滚哪去了呗？没哪去，老外的呼吸。走，注意呢。我这个桌儿进来，过去。过去。这三月你我这坐吧。对，还有桌嘞。不管。俺人多。那人多，俺够一桌嘞，还有几个人没来嘞。我这边进来呗。服务挺周到的。那必须的呀。反正就是不给小厅倒，别的都无所谓。我们扔个倒里，这瓶里都是我的啊！过来，赶上、啊、到村，他们到村口了，赶一会儿咱们来了，俺们上那空看。这个小妮谁呀？这小妮。小妮，我管俺送空看的。你还得领他，不是我领少，反正。你还
还是烫上好。不是说现在太热啊。就是如果抱着的话，黑的时候嘴，大人说嘴太热了。对，一会儿等大家穿好裙裙啊。正常便便。对对。那头发累。大妈头发这都是黑人都是这样，一长头发都是这样。第二天掉那头发里。对。乐乐，嘿，黑爷说：“我终于找到跟我智商一样的人了。”小孩子都比较诚实，他们这叫做纯真善良，对，是吧？是吧？你跟黑也差不多，还没黑也强嘞。看看姐，跟个姐姐玩开心嘞。还没姐吧？没事，和他一样。傻傻啊！没事，那么显年轻啊。